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W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场特殊的黑科技，你画我猜。那马上也要到双十一了，不知道大家的购物车里都放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？这是一个恰饭视频，但是呢，我也提前为大家谋取了一些小福利，迫不及待的入手了这一款社交神器 AR 笔。它的应用场景呢，可以是朋友来家里玩，也可以是组个趴之类的，反正就是非常有利于社交。打开了以后呢，它里面是有一根这样子的感应笔。前面的这个光点啊，就是它用来感应的部分。它也被评为2019年玩具奥斯卡的最佳玩具，不愧是最佳玩具啊，在现实中随意作画，感觉就非常的有想象力啊。然后这个里面呢，还有两堆这样子的卡牌，每张卡片上都有很多你画我猜的题目，然后它是分为两面的，一面是蓝色，一面是黄色。在游戏里呢，可以分成两队来玩。废话不多说，这个 AR 版的你画我猜是长什么样子，我还是非常好奇的，出发吧。用画笔与自己互动的同时，还可以同步录屏加文字表情道具，随时分享到各大社交平台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游戏了。这一支呢是我的画笔，一会儿我就会隔空作画，然后他们两个来猜。分为蓝队和黄队两个队伍，然后每一轮每一个队伍一轮的时间是60秒，在60秒之内尽可能的多猜出一些答案来。开始，第一个，好嘞，三个字，画呀 ，A A B A A B。小朋友很喜欢玩的，两头坐着。滑滑梯。不，两头坐着。跷跷板。啊，对，过。两个字，就是你吃饱了饭之后，会从嘴巴里怎么样？打嗝。啊，对，过。两个字，一种零食，它是土豆做的，一片一片的。啊。肥宅薯片。哎，对，过。三个字，就是在那种在老的飞机前面会有的，啊，螺旋桨。啊，对，过。一种不知道怎么说，一种可能算是神吧，它有一个。有一个灯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灯，一个什么灯？阿拉丁灯呢？啊，对，前面三个是什么字啊？宝莲灯。对，阿拉丁，对，过。再来一个，非常坚固的那个。时间到。猜出来，黄队的，两个字，它是一种水里面的一种水产，水果有个钳子，螃蟹，两个钳子，不是龙虾啊？对，过，这是三个字，一种食物，它是黄色的。黄色的一种食物，然后它一粒一粒，看得懂吗？一粒菠萝，不，它没那么大，蛮小的，就这样一根，就这样一根拿在手上的，一粒一粒的，很小的玉米棒。就是12月25日是个什么节日啊？圣诞节。啊，对，两个字。圣诞好的。啊，对，我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是这个。来呀！一个，来呀！哎，蓝队的。它是一双穿在脚上的东西，然后下面带一把刀。啊，溜冰鞋，滑冰鞋。有一个字不对，叫什么？它不是在真正的冰上的，它是在旱冰鞋。对，过。就这里，这个部位叫做什么？我这个部位叫做心脏。不，再往下一点，这里，肋骨。呼吸的地方。肺。啊，对，过。就是你快不行的时候，你打电话过来叫他过来。救护车。啊，对，过。快点。它是吃的一块一块的，它能带给你非常好的这种，就是形容一个人非常非常，就是有一种人是非常倒霉的，还有一种人是非常什么的，幸福饼。啊，对了，三个字了，还有最后一个字，幸福饼什么饼？时间到，没了。饼什么、啊？饼干呀，饼什么？好菜啊！饼干呀，你还能饼什么？我是第一个来。它是这样一小张的东西，然后一小张的，你那画怎么那么画中间一点、啊？就一小张的，然后拿在手上，我可以在上面写字，叫什么？可以这样子往墙上，就中间便利贴啊，对，过，就地上长了很多什么？除了花以外的，还有一些东西叫草啊，对，然后我这样叫什么？除草，换一个字，打扫，我拿着镰刀呢。割草啊，对，过。就形容一种暴发户的啊，形容暴发户的叫什么？啊，拆，对，拆迁户。哦，这你都能看出来是拆迁户。一种食物，然后它是一个的，就是有一个蒸笼的，一整笼的。小笼包。啊，对，过。接着拆。打底巴了是吧？啊，这个简单，这是一把什么？剪刀。对，它用来剪什么？剪指甲。对，剪什么指甲？脚指甲啊，对，过啊，这个有一种口香糖，口气清新，叫什么？绿箭啊，对，过。哇，可以啊，还够一个了，快点！哎呦，就是一个刀片，剪刀，一手座位，人可以坐在上面，然后头上可以戴个这样子的东西，叫什么座？
这还这种座位的？按摩椅啊，玩座呀。两个是洗澡的这种东西。浴缸啊，对对对。哦。这个简单。来，这里有一个很重的东西，有个很重的东西。然后我这样子是什么？我怎么样看？卧推。就是一个字。卧推。哎，对对对，卧推。做很大的，一个很大的，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一脚？冰山一角。对对对对。我们最喜欢打的是什么？乒乓球。我们最喜欢打篮球。篮球。对对对。然后四个字。然后我把它这样，哎，这样子叫什么？上篮。四个字。什么上篮？三步上篮。不，就直接这样上篮，怎么办？脱手上篮。不，我现在扛着它，我拿着它上篮，怎么办？这怎么上篮？拿球上篮。带球上篮。对对对，带球上篮。没了。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很简单。这叫什么？两个字的。你画的什么东西啊？你已经对了一个字了，叫做骑什么？骑手。不是骑什么？挥舞你的什么？挥我的荧光棒。赢了。不，赶紧过，赢了。蓝队获胜。蓝队获胜。哎呀！祝福祝福！给蓝队选手送上这根神奇的画笔，以后他就是这个世界。